咱主笔的老师傅，咱的主持师傅，甲咱敬爱的法师啊，前会长，各位精进发心的菩萨，大家平安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平安拄啊，咱主持师傅会出外弘法，所以平安这个时间呢，啊。师父的看重啊，吼、哦，让我有这个机会，我来这学习，哦啊，真感恩。啊，咱果然是呢，会记得对今年正月初一弥勒菩萨的圣诞，迄日开始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迄个这疫情呢，所以咱果然是会使讲哦七八。各位以来，只有所有的活动呢，几乎拢停止。哦，啊！伫这个疫情当中呢，咱也当看出来讲，八大人觉经内底所讲，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哦，会使讲呢，这无常呢，时时刻刻，确实是拢伫恁的身躯边。哦，咱哦，对这个疫情内底。咱较会当即初的部分，咱会来观察到讲，含咱的生命有相关的压迫性的时阵，咱较会去想到无常。唔无呢，咱来伫平顺的日子内底咧过的当中呢，即无常，咱感觉讲离咱是足远。哦，咱卖当对即个疫情来讲，哦，今仔日的报道，咱甲看开，一定有2800多万人得着即个病。91万人呢，和这个疫情呢，哦，把伊的性命就带走。啊，今仔日会使讲，咱伫这个台湾呢，吼，咱哦，普通时啊，大家吼，这个善护念呢，感召我们的哦善的因缘，所以咱今仔日到目前哦是个真平安，哦，含外国避害是真好。啊，咱果然是哦，会使讲，虽然是国际上是一个逆境，但是在我们古元寺，反而又是一个善法缘。是安那讲呢？因为咱佛陀过去呢，离2500年前，哦，伊的教界里面，伊就希望讲咱的僧团，咱这出家人呢，哦。每一年的当中，农历4月15到7月15，一般是3个月。啊，若拄到闰月呢，哦，像今年就是闰相时嘛。所以，哦，咱的迄种迄个节下安居呢，所以4个月都要120天。这也是讲，咱常常在讲，我们要报佛恩，报佛恩，福音。就是报父母恩嘛，父母恩、国家恩嘛、佛恩嘛，哦啊朋友恩嘛。所以讲，咱要报福音，上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好好个修行。所以呢，这个7月15呢，这个佛陀甲伊制定就是叫做佛的欢喜日，欢喜日啊。佛陀看这出家人呢，哇、哦，经经过3个月、4个月，好好个精进。来勤修戒定慧，不是上欢喜的。唔无咧，咱感觉要报福音，咱逐日哦，虽然做一点仔善事来回向，这拢不足以法的精进。所以呢，很难得我们古元寺今年哦，就是这个疫情诶一种诶关系，所以咱会当做完整。由咱的主持师父呢带率领着咱的一僧团，这出家师父呢来做一遍真完整的节下安居，会使讲哦是真圆满哦，而且甲咱这的迄个僧团呢出家师父呢来恭喜哦，大家哦事实哦安尼口说力行啊哦安尼来成就。这个佛的期待，啊，所以嘛真感恩咱出家咱的主持师父呢，在这个4个月当中，
因为来跟用每一礼拜两天的时间来跟咱这个一、那个出家师父僧团里面来一种讲一、那个六祖坛经。这是六祖坛经呢，是一部真好的经，是圆顿法门了义的经典。它虽然是不是佛所说的话的讲的经，但是伊内底教义呢，确实每一句的话呢，拢含佛所有的教义，拢真接近，袂使讲含佛相像。最起码伊的法义内底，拢引导咱慢慢行入解脱。证菩提的道路，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师父哦，这样的用心选择这部《六祖坛经》。是啊，咱《六祖坛经》，你获得涅槃了后的时阵，正千年，咱慧能大师哦，将他所修行所悟哦，所写的一部经呢，哦，当然合作经绝对有伊的思想。你看过去佛陀是迄个地的时阵啊，过去弥勒菩萨，伊嘛有伊的心得呢，伊的心得拢叫做论尔，是安那毋叫做经。所以一千年了后的时阵，慧能大师做这本《六祖坛经》呢，经过高僧大德，因逐个人安尼来甲伊，当然啦，拢来甲伊安尼。伊个深入过诶时阵，较来公认这部经会当往真，来甲伊迄个做一个迄个咱算讲迄个末后末后的众生会当依照这一本经，这本经呢，伊今仔日咧所讲诶，会使讲理事拢很圆融。里面，咱看迄个《六祖坛经》内底分作十品嘛。咱师父即马拄啊讲到第六品忏悔品，咱由第一品行入品内底就讲第一句，伊内底有讲一句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见此心呢，直了成佛。你看这句内底是咧《六祖坛经》第一品内底，咱慧能大师就甲咱开始这个重要的代志呢。伊讲哦，咱这个菩提自性，就是我们本来的本觉，咱的本领本来就是这么清净。咱哪会当知影讲，咱本来就是拢含佛相像的这个觉照，这个本觉啦。这个觉性拢完全相像的时阵，你哪会当个启用呢？会使讲你一定入这个佛的佛班内底。所以讲呢，《六祖坛经》第一品内底，佮有讲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你看，咱不知咱有一个清净的本觉。一心呢，伊讲咱修行的一道人呢，如果咱若是唔知影讲这个本心嘛，学佛无益，学法无益啦。你今仔日你啊盲修瞎练，拢摕咱的意识心，你啊造作，用咱的意识心，你啊上经，你啊咧谈论佛法，对你的道业是无益的。所以讲，咱慧能大师，你看这部《六祖坛经》，头前第一品就甲咱开始安尼。这不但这品呢，咱得爱引用着《楞严经》第一卷，《楞严经》内底有十卷嘛，第一卷。你看佛陀在那个《楞严经》第一卷里面，也就是讲，但我们有两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生死轮回根本。就是我们的攀缘心，攀缘呐，咱的攀缘心，
啊，咱阁有一个究竟涅槃的心，就是真心啊。真心就是六祖坛经所讲的讲本心，本心就是咱的本觉，就咱的，咱来讲本来咱就是心，本来就是足清净。哦，咱的佛理种华严经嘛是有甲咱开示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哦，就是讲一切众生呢，拢有含佛修行的清净的心。这就是我们的本觉，本觉本有啊，我们可以找回了。不觉本无啊，我们可以将它放下。不觉是什么东西？华严经讲的讲，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咱就是有这个梦想跟执着，这就是在咱心清净的心内底过去一念不觉所生起的这个一种。那个不好的，咱讲叫无明妄想跟执着。咱若如果透过咱的了解的咱的本觉，哦，深信我们有跟佛一样的清净的本能，成佛的条件，这是咱上大的信心。所以我们才讲，咱今仔要学佛，头一个就是爱了解咱的本心。哦，伊讲。一个若是本心自心，即天人师佛。你看第一卷内底就甲咱讲清楚，咱若是了解到这个真心呢，哦，咱当下就是佛啊，对不对？咱不是凡夫啊，因为咱就是拢认为咱是凡夫众生，业足真重，其实呢？你来，你规部《楞严经》甲阮讲，《六祖坛经》嘛讲，一切拢是虚妄啊。如《金刚经》所讲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拢是哦短暂生灭，当初出生，当初灭尽，这拢是虚假。所以佛陀呢，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角色？他叫醒梦中人啊。咱的众生就是拢在困。拢伫遐做梦，梦啥呢？梦这三界来遮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自私自利遮的代志，伊就甲咱叫醒。佛陀就是叫醒我们啊，让我们醒过来啊！哦，所以《六祖坛经》内底讲，咱咧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说。你要归你的自信三宝，归依佛而不迷，归依佛就是叫咱唔能够在安尼糊涂啦，哦，搁你阿咧困啦，弄你阿咧做梦。归依法呢，就是正知见，归依正嘛，不邪嘛，对不对？啊，归依身呢，归依净，清净的净，不染啦。咱就是离这个三界来，咱过去无始劫的。来，咱一定是念较足厉害啊！所以呢，咱伫迄种六祖坛经内底，咱咪看到两个主角啊，一个神秀大师，一个就是慧能大师。神秀大师的大师呢，伊讲哦，迄个我们要勤拂拭，就是爱，咱就点一支物件，咱就逐日就是爱甲拭。当然，神秀大师嘛是无简单啊。因为伊多的是迄个渐悟、渐啊、渐悟、渐渐、渐渐哦，安尼一步一开，慢慢咧修这渐悟的人。啊，咱慧能大师呢，哦，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看讲啊，咱慧能大师所多的就是这的上根呢，这顿悟、顿悟的人。所以两个人的角色是不相像。所以咱嘛袂当伫即个六祖坛经内底甲分讲，啥物人较厉害，啥物人较无厉害，因为内底有讲到嘛，内底人有根气较好，根气较歹，根气较差的，咱着用迄个神秀大师遮哦对书哦来入门，慢慢啊行入理。啊，慧能大师呢，伊多的是上根气的，直接着对迄个自性内底入面。但是这拢不要紧，
你无论对自性入去，你先是觉悟嘛。咱讲话讲，你爱明心，不是本心。你爱了解你的本心是啥？你若了解的时阵，这叫做见法啦，见法。哦，你已经了解世间所有种种的法。哦，你能够启用你的智慧，智慧本有啊。咱慧能大师嘛讲，智慧你本来本有啊，是你过去因为有梦想执着，所以咱的智慧呢，放你边啊无用。透过慧能大师的开始呢，咱就把咱的迄个迄种迄个本觉呢，甲吹转来。哦，所以修行呢，唔是讲，哦，唔是讲咱得爱安那修，咱是哦，把咱过去有诶物件甲找倒转来。所以咱诶圆觉经内底有，嘛是有甲佛陀甲咱做一个比喻啊。我们的本觉如同是金矿、金矿，这个矿内底若无金诶成分啊，你安那甲冶炼啊，都无法当炼出金啊。哦，啊，咱的祖先呢，定义的这个金矿里面，它里面有金的成分，但是里面呢有什么东西？有一挂杂土啊，一挂那个铜、铁、有诶无诶这些物件，我们要经过冶炼，冶炼这些物件叫做啥？就是咱的梦想甲执着。透过三昧真火那个冶炼的时阵，伊要伊就还原成金啊。啊、金嘛呢？你以后按那个念，伊就是金。哦，就是学佛的过程，就是本觉嘛。本觉本有，我们一定要深信，先建立的本觉就是本心，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哦，这个福德你念念经嘛是安尼甲咱开始。你的修行呢，因地不争，果遭移取，就是讲你修的。念头如果若唔是用真心呢，你安那修？你都是落入心意识的造作，咱就是拢做六道轮回的因果。有当时啊，咱唔知影用真心，你啊修个嘛足欢喜啊，大家早暗课嘛做甲足认真啊。但是咱用的是咱的妄念的心嘛，但是你哪样用你的真心呢？乃至一念嘛。那一种的佛理的观无量寿经所说的啦，是心做佛，是心是佛，是心的做佛，是心的是佛。你看，咱若了解这个真心的时阵，咱当下含佛无啥物两样啊。啊，咱今仔日就是吼，哦，过去无亲近着善知识，哦，你看像咱主持师父啊，哦，亲近经藏。哦，迄、那个广学多闻，离咱的迄种迄、那个，你讲一部迄种迄个《六祖坛经》，深入浅出，会使讲，把这个自性的物件、真心的物件，表达到咱实在真正，拢哦足容易的了解。你看，你着做大经内底，听到慧能大师开示，当下大家拢开悟。咱后壁恁个，咱个看迄、那个伊后壁。视频内底有交代着，每个人听六祖大师当下所开悟啊，马上就开悟，就明心呐、啊。当然阿未见性，明心他已经知道他的本来有本觉，迄、那个本心含不相想的物件。但是开悟了后边呐，悟后自修啊，唔是唔免做啊。咱唔是了解这个代志，就免做。咱以后要做，咱就怎讲？咱是用什么心要来修行？用对的方法，你就是对的果报；唔对的方法，你修万劫啦，你就无法度人成就，因为你拢做唔对的因啊，哪有可能对的果？不可能。所以我们那个住持师父，依我虽然没有种到什么。无什么成就，但是用经典来甲观察咱师父，这毋是对咱师父无礼貌，咱师父确实是见法，对这个法一定透彻，咱的
跟随咱的师父，也是咱老师父修念经圆通，我相信咱一己的生命内底，是咱是真大的福报。嘿，就等于讲哦，入宝山，你一定手摕着黄金啊！唔捌的人拢摕歹东啊，旧石，对不对啊？车甲规牛车，出卖无钱啊！咱着金啊，摕一袋啊，摕出来，咱着卖，着现贵还有够济。啊，我们来古元寺就是入宝山，金块目前是主持师傅啊，但是主持师傅甲咱讲啊，每一个人拢是金角啊，你知影要来运用无？就启发我们本来本觉的东西。那讲的讲，我在大经里面讲嘛，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我们本具啊，你慢慢修啊。因为过去你有含不修行的德人，你他无观世音菩萨的大悲，你他无文殊菩萨的大智慧呢，你嘛是有普贤菩萨的大行愿呐。哦，你嘛有地藏菩萨的大愿，你也种种，包括弥勒菩萨的大慈，大家都完全具备。为什么他们能够启用，我们没办法启用？因为我们过去因为一念升起无明，障碍了我们，也就是无蕴。哦，为什么呢？《楞严经》里面要破五蕴，解六觉，解六个觉，破五蕴。对不对？正三空，哦，达到圆通。所以呢，当然啦，时间真短啦，哦，只有用家默学啦，一点点啊，拢听跟随咱老师傅、甲咱师傅的开始呢，一点点心得，鼓励大众呢，自己的生命，哦，无常时时刻刻拢跟随你咱的后边，咱会当你自己的生命内底。用咱的真心，咱较袂去浪费咱自己的生命。啊，真心要安怎来了解呢？当然，咱是爱多深入经藏，听师父的开示。哦，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虽然它是一个手段，虽然在因地它是不究竟。但是它是让我们走一个成就究竟的方便，哦，包括修禅也好，修藏传佛教大圆满也好，啊是念佛，啊是持咒，这拢是方便，方便让咱进入究竟正菩提的一个方便，所以呢。咱哦，若知影要咱用咱的真心呢，修什么法门都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的念头当下你是佛啊，你知影讲哦，你的是心是佛啊，对不对？你当下若用着心的时阵，时时拢用佛心，当下你就是佛啊，对不对？你搁要对找佛啊？哦，所以呢，咱今仔日呢，哦，用这段时间呐，吼。啊！以我安尼哦，含慢讲话，无当表达到像咱师父讲哦，大家足清楚。但是呢，了解真心是非常重要，很重要。只有了解真心以后，你才可以悟后起修。不然的话，你可能的徒劳无功。哦，人咧古早人讲的讲，打沙填海，一日嘛含人安足认真咧修，但是你无得到利益。从六祖坛经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真的不是本心学法，真的是无益。啊，咱今麦是不是也要启用咱的真心呢？当然哦，每个人的根基都不同。哦，时常回来古元寺，师父过去讲，哦，无什么代志，唔忙回来时，唔是叫咱大家唔忙回来。你若正经有法的问题呀、啊？师父是欢迎大家师兄回来，咱回来不是问一些五四三，咱是问在你的修行当中有一些法真的不清楚，需要咱师父给咱开示。哦，那你说的一点不知道，师父过来人他知道，给你点一下你就通了。哦，一灯能破千年暗，咱往下一个骨头，咱你又迷失了，真的回不过来，师父的指点咱就马上就打开了。
哦，啊，今仔日呢，用这短时间，哦，大家共同来勉励啦，哦，赶紧找回咱的了解咱的真心，用咱的真心来修行，这才是咱这期生命上宝贵的。哦，安尼，甲大家报告到这，阿弥陀佛，哎，谢谢。